敢跟我交往的人，敢娶我的人，不见得敢跟我生小孩。六分之一耶，多可怕！神经病有六分之一遗传几率。不要这么绝望，不要看那六分之一，想想那六分之五。我是想啊，问题别人不想，有谁敢跟我一起搏六分之五呢？世云，用这种姿势以后生小孩会不会胎位不正啊？不过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剖腹啊，为我小孩开一刀啊，我心甘情愿。为什么没有声音？娘娘，他们把他怎么样了？为什么没有声音啊？他们把他怎么样？为什么没有声音啊？陈忠伟，我不知道，为什么不知道？你为什么可以不知道？你才当了父亲，你应该知道的。如果今天叫你来陪产过，你应该知道，你为什么不知道？你应该知道，陈忠伟，你应该知道的，你应该知道的嘛。王妈妈，钟威，亮亮有跟你在一起吗？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不送他回来呢？王子泉没有通知你吗？亮亮他怎么了？他早产，他现在在医院。早产？亮亮要生了？那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呢？为什么也没人打个电话通知我一声呢？亮亮要生了，他会要妈妈的，他一定会要妈妈的，他一定在找妈妈呀。王妈妈，你不要急不要慌，我来接你，你不要乱跑，我马上过来。好，来接我，来啊，来接我。亮亮要生了，亮亮要生了。赵雪，可不可以请你去接王妈妈？他打电话给谁，谁就去接吧。我要哭了。产房外要有先生和岳母，一个也不能少，是吗？对，一个也不会少。好，我们美国见。热了消化汤了，快来喝。你不要在这里陪我，你们也要生孩子，不是吗？你可以离开了。我说了，你不用在这里陪我了。我不喜欢凑热闹，我喜欢留在这里陪你。滚！谁在这里？
该把该做的事情做。子爵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。 就是我心目中最闪亮的那颗钻石。谁说大小姐不能嫁给长工呢？再说你不是嫁给赵静了吗？可是我跟赵静不一样。赵静在遇到大小姐之前，心里就有人。我却是在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心里就只有你。我们的感情没有彼此，没有过去。 我有过去，我有孩子。你的过去是为了让我们认识。我不会承认它不存在，因为它是你的一部分。谁的感情没有过去，重要的是未来。 刚才你不论怎么赶我，我都不会离开你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对我有这样的信心。当时分需要子璇的时候，一回头就能看见他，一伸手就能握住他的手，就像这样。
布，我只能用一只手握，另外一只手要抱 baby。子君，我会爱他如己出的。为了证明我对你的爱跟忠诚，我们不要生育。君，对，因为我们已经有小孩了。世芬，你愿意嫁给我？Hello， 赵亮，你好，欢迎你降临这个世界。我是你的，你谁也不是。我是产妇的家属，是孩子的父亲。赵时元，你还是我的孩子。跟我很有缘，他一出生就是我在迎接他的。你卑鄙！你劝我去。小宝贝，欢迎你哦，我是外婆，最爱你的外婆呀。你妈生你好辛苦的，将来长大呀，一定要好好孝顺她，好好爱她，别像你爸一样，他们呐，只爱他们自己，从头到尾。就没个人问问他到底怎么了，你妈妈到底好不好呀？哎呀，他们呐、就是爱自己，只抢着看你。妈妈呢？你们两个，一个是孩子的父亲，生身父亲，一个呢？是亮亮户籍上的丈夫，也是这孩子名义上的爸爸。我都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说起来，好像你们都有权利，又好像都没有。王妈妈，我不是要享受什么权利，照顾他们母子是我的责任，我的义务。我还有一对母子也是你的义务，你怎么不闻不问不照顾呢？你是啊，世元说的也对，你那桩婚姻都还没解决呢，又怎么能够名正言顺的谈对亮亮母子的照顾呢？就是说，王妈，请你替我转告，我对亮亮的关心，如果他想见我，我会立刻赶过来。至于我跟赵世芬的婚姻，我相信很快会有结果。到时候，我会有自由之身来看你们母子。